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行星酒，我是 Andreas， 我是这个在接 NFT 策略游戏行星酒的项目经理。今天我将向您展示如何在游戏内创建一个账户。在我们开始之前，您需至少年满18岁才能有玩此游戏，以及一个电子邮件账户。我假设你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拥有。首先登入 www.planetix.com， 点击注册按钮及填写注册表格，这会将您带到一个新的站点。您将被要求输入您的电子邮件，并选择您的密码。您还将被要求同意我们的隐私政策，并确认身份。点击提交，这便是第一步。验证电子邮件已发送给您，因此您需要登入您的电子邮件，并通过单击确认电子邮件来确认您的账户。如果您找不到我们的电子邮件，请确保您在我们的网站上正确拼写了您的电子邮件地址，并且该邮件没有被过滤到您的垃圾邮件中。您现在将被重定向回 planetix.com， 是时候设置您的账户了。首先，选择一个用户名，选择国家，选择出生日期，并选择一个头像。恭喜您，现在已经设置了您的账户，并且成为我们所说的变革代理人。请继续关注我们更多教程，我强烈建议您阅读我们的游戏手册。如果您有任何问题，请加入我们的 Discord， 我们也在下面附上了各种连接。最后，感谢大家加入我们的未来星球行星酒，我们下次再见。